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向好奇负责洛杉矶的顾问老师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Parkface 的 VR 看房讲解。十分钟即可到达加州大学欧文分校，小区是小洋房设计，拥有设施齐全的小区配套和绿化，设施齐全的健身房一定能满足您健身的要求。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一室一厅的户型，一进门我们就可以看到设施齐全的厨房区域，配备有全套的家电。厨房的中岛增加了您的使用面积，也增加了更多的功能性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客厅，我们的客厅外就是我们可以直通后院的门。这一套一楼的样板间可以直通后面的公共区域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使在一楼，我们的采光也非常的好。我们接下来可以进入我们的卧室区域。卧室空间布置非常合理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双人床的同时还能摆下两个非常大的床头柜。窗外处我们同时也可以摆放柜子和我们的电视等一些家居设备，非常大的布置型房间，已经可以满足您日常的储备需求。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是我们的卫浴区域，一进门就是我们的卫浴区域和洗衣干衣机。这样的设计可以使噪音和湿气远离您居住的房间。浴室的面积非常的大，足够您的日常起居生活的需求。这就是我们今天 VR 看房的全部内容了。